有一种又恋爱的感觉，哇，爽耶！不觉得有点像捷运的声音？哈乙簪，先社工，它的绿胶条好像蛮多车主有处理绿胶条，红鲤鱼，红鲤鱼，敏感的，好了，哦，哎，有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大单客户。今天我们介绍这台车，2023年的保时捷 Taycan 4S。要介绍是它的车主，我们欢迎射击选手吴佳颖。哎，欢迎。你好，你好。当初买白色的时候，就是想说，就是可以思考一下，要让他穿什么颜色的衣服。哦。 原厂的选配色是没有你喜欢的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其实我有在想说，要不要灰色，辣灰色。对。但是我想说，可是路上好像有点太多了。对。那你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你选的是什么颜色？我这次选的颜色是迷雾灰紫。在这边，迷雾灰紫，江江，不好找。我所有现在手上现有的色卡通通没有。 这不稀有，对，这款就是找了各种方法，然后问你说上游，上游这些，要不要这一支？然后才说有，就找到了。那我们就期待成品，期待成品。首先外观，我跟你讲，你平线有没有觉得它的头好看吗？我觉得算帅。 帅吗？对不对？觉得它这个泪沟，这个泪沟很帅啊。然后跟这个大灯，哇靠，这四个灯的那个超帅的，打开之后它拿到会四个，一二三四这样超帅。然后铝圈，有它有加价，这个有加哦。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卡夹，哎，你会开耶？啊，开玩笑，证明我们不是第一次贴。 但是我不知道是摸哪边，我每次摸都不知道是摸上面还是下面。最好摸下面，摸下面吗？对啊，妈，我一开始摸对吧？我觉得摸下面有点挑逗。哎，很敏感哦，这样。他并没有选那个，他没有想要天窗这个东西，他已经在交车的时候就请业务帮他贴黑色的了。哦，所以来就这样。哦，这个外形看到没有？五门的这个大卡车，头灯又水。 屁股又大，夫复何求？抢图后像的车，对不对？啊，为什么变色了？对啊，为什么绿绿的？脸长得青苔。对啊，为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而且只有下半圈，它会这么也有吧？哎，这边也是，哦，本来就这样吗？哎，那得，为什么要这样？Oh my god！好恶心哦，突然觉得，就一句话，恶心。再见。 后座空间530公升，算深吧。椅子的平整度我觉得也还行啦，不会说很翘翘的，起码这样看是平的。高度就有一点矮了，因为它是这样陷进去的，所以关下来这边估计也不能装太高啦。首先映入眼帘的，你看看保时捷的这种设计啊，虽然一样是一个平板，可是人家做到什么？ 不让你看到平板的外框吗？它把它整个都砍在内装里面包覆起来了，这样子有一个优点，也有一个缺点，就是以后可能维修上拆装什么会比较刺激。但是质感好很多。然后你看这个必须要的什么跑车计时套件，有没有帅？多了那个表，多了这一颗。你看它是用这种很有质感的金色。 雾面的吗？算彩度也没有那么高的金，也不是什么玫瑰金，也不是那种什么超鲜艳的那种土豪金。然后连这个排档头虽然是这样小机头，完全整合到它的这个仪表上。它以前特色就是五个圈圈嘛，然后它现在仪表电子化之后，它是变三个圈圈，可是哦，它仪表是整个超出你方向盘的，但是超出的这个范围，它一样有显示一些。 功能，所以你会无形中你还是会觉得有一种视线上有五个圈圈的感觉。设计师没有讲，但是我以设计师的感觉，我觉得他也有想要让那个五个圈圈的传统延续下去。我觉得设计师说哦没有啊，就是这样随便做。有吧，有吧。然后他把一些相对不是很重要的资讯挡在这后面，例如什么？
室温跟时间。那其他的东西，你不会说，我今天要看一个东西，我就是什么这样，不会。你在这个角度，你就可以连仪表上所有东西都看得一清二楚，你不会被方向盘挡到的任何的东西。然后它这边就直接车机部分就简化成这边嘛，然后它冷气面板是变在这边，反正就是整个都变平的啦。用变平的就比较小可惜，就是一样要调冷气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，我要用暗的，没反应。它的气温就是你控在这边直接往上滑跟往下滑，对，所以它是有点把触控的方式变不是用点的，让你尽可能不要误触。那除雾怎么办？哦，重压。哦，重压的质感很好，它有震动的回馈，你按下去它会震动，会让你知道说你按到稳了。然后它的风量是不是？是。环景看一下，环景在这里按，哎，画质不错哎。哦呦。再转再转来，哦哟！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如果我要控制这个面板，有一点掉手，这一方面是可能就会被外观设计迁就使用的感受度。对对对，我还算手小哦。如果你来用，你可能会觉得，这个是小缺点啊。它是没有抬头显示器吗？它可能没有显示。哎，我觉得抬头显示器很重要哎。我自己如果要，我应该会选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家也是国手，所以他视力非常好。哦，他不需要，他不需要，他搞不好开车都是单眼开。突然就是隔壁车要尬掐什么？不要闹呗！啊，这是什么？手套啊，通常都是香的，香的，偷偷藏一只，又跟米可一样。从你家你的手套用过的，香的哦。等一下，超变态，超变态！啊，这边有置物空间吗？在哪里？这里。为什么刚有狗被打了？就阿伟吗？阿伟。好，这个也是为了美观设计迁就使用度的设计，对，因为哪有人这样开啦？这样不是难开吗？它按钮在这哎，所以你得要这样开，你总不能。这样开吧，你帮我拿一个那个，那我们去后座咯。好的，后座也很好坐哎，而且我后座一二三四，硬要再塞还可以塞一指哎，四拳一指哎，正常的话是吧？两拳一指啊，这个对嘛，就是要这样对嘛对嘛。如果他给我啪啪啪啪啪啪，我生气耶。哎，为什么啊？这样子很没有那个哎。所以标准四人座就像这样子，所以中间不给人坐的。所以它的这台车就是四个人，然后包覆性很好，然后椅子是偏硬的椅子，后座就相对好像就是该有的有，没有太多余的东西啦，这都还 OK。好了，那这样就差不多啦，那我们就动力。就是好，如果你是泰康的车主啊，你去包围的话，你要看哪里？主要就是看大灯这个前面这个平面，好，然后跟这个凹的地方，啊，胶痕那个东西就是会有一个不自然的光泽线，那个就胶痕，就施工痕迹啦。如果你可以做到几乎没有胶痕的话呢，基本上就抓不到一道破绽。这个后板的这个重点就是这个凹的地方啊，这个凹如果要做蛮不平的话，其实是视前前面的上缘就很重要。可以啦，是碎了，就是这样，就是很舒服，知道吗？恰恰，所以这个时候就会知道说，如果你找的店家是女生的话，也许会做的比较深一点。但如果你是泰康的车主，但是那一间包膜店，都是男生的话，就不要勉强人家了。
好不好？就让人家用补的 ，OK。啊，这个弯，如果它不是摆设的车的话，其实大概我们就是坐到这里而已啦。但是因为它是摆设的车，弯起来怎么样都很容易漏，所以我们尽可能就是坐满，对，至少让它打开来说，哇，这后面是满的。我们现在就要来见真章了，铁门请开。还有在动吗？在，在我这边。哎，喂，喂，喂，手机开的，还在开啊，还在开。真的很慢。我记得有。帅哇！我觉得现在有点像那个恋爱节目，你知道吗？等一下，就男嘉宾站到后面，对不对？要配合。那我们就要来了，拉我过去，先来，我们一二三，起。哇哦，有没有喜欢？有一种有恋爱的感觉。我猜到他长成这样，因为我们在讲恋爱节目。真的。有是你理想的颜色吗？是，是我理想的颜色。有问题，来，我们就近看戒指。好久不见，嗨。就我也是希望说，是它在阳光下面是有一点，有时候有点白，然后但是有时候有点紫紫的。对，然后晚上又变灰色。对对。真的，它晚上超像灰色的。它贴起来超像犀牛皮的，哎，哦，真的，光泽感，对，光泽感，我觉得很像犀牛皮，没有那种橘皮感，我觉得厚感嘛，那时候说这种 PET 材质，看起来就很像车漆，真的，真的，因为刚看的时候我就想说，哇塞，也太亮了吧。接下来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是不是就要来上路试乘看看？酒吧，我们就上路试乘，太棒了，姑姑，姑姑。你看看这个指向，对不对？转多少是多少，多好哦。不过那个路感就会比较不太一样，不会说它不明显，可是我觉得是基于舒适取向的调整。窟窿还是会有窟窿，你会知道窟窿，可是它有点让它变得绵一点，你会觉得它是空空。如果是两个就是前后轮，你会空空空空，会两次，但它这个就是空空，它会还是会吸震这样，你就会觉得哇。坐起来是很棒的，当然你转成 support 就不是啦， support 就是空空空空，你知道吗？哦，爽耶！哎，其实我们那时候选那个黄色计时套件，其实也是想说，因为电车比较安静，就是安全，然后有些摩托车就以为没车就砰。哦，咚，因为这个声浪外面是听得到的，外面听得到。哦，不觉得有点像捷运的声音吗？哎，有点像捷运的声音。对啊，哈乙瞻，先社工，前社工，是吗？对。哦，你可以试一下我的。好呀。哎，有了。我现在已经全放掉了，它还在滑，我还要含一点刹车，你就知道它这个伪装有多么的像油车，超棒。是不是？哎，那你平常是会习惯溃手吗？好像不会的人，这台车不会，因为好低哦。对，这台车一台车才会。刚想要溃就发现，哎，好低。哎，这跟车按哪边？它左边还有一个这个，对对对。哎，对，哎，好。然后侧边有一个按钮，这一个，按下去。好 ，OK， 有了。好，往前推，往前推，有了。赞哦。他用往前拨的，有点像那个，哎，有开过那个阿嬷阿公那个电动车啊，然后就路上最怕遇到那种。为什么你会？他是用往前往后的。对啊，为什么你会开？因为我乡下的阿公阿嬷他们有一台，所以回去乡下我就去玩了。哎，我要玩，我还用那个飙车，哎，但也飙不快，然后就20而已，时速就20这样。我觉得它隔音，我喜欢它的隔音吧。哦，对啊，然后隔音真的很好。
隔音，然后还有它的那个扎实感吗？对，扎实。对，真的拍起来真的很扎实。那你会觉得它方向盘太小吗？其实我比较喜欢低型盘。然后，哎，真的哦，嗯，是哦。因为有些人会觉得，啊，方向盘太小，然后很细呀、啊，会觉得好像没有在开感觉比较好转的感觉。不过啊，我觉得你也是刚好。就是我们两个使用感受应该是差不多。Yes， 玩车车了。为什么会选择泰卡？其实就是一见钟情。其实那个时候去展厅的时候，我原本是想要看马 Ken， 嗯，有一台已经要准备交车的泰卡，辣冰美粉的。然后我就是用一种。哇，恋爱了，就是对恋爱了，然后那车让你恋爱了好几次，对，他就让我在那边转圈圈转了好久这样子，然后我就觉得说，其实这是一个人生清单里面的一个梦想，不如我现在就硬着头皮买下去吧。哦，捏一下买下去，对，捏一下然后买下去这样，因为我不知道我年纪大了之后我还开不开得动啊。你那才几岁？就是我可能以后年纪大，我会追求比较宽敞，对，宽敞舒适，就可以躺平，躺平没有啦，不是那个意思。你前一台是什么车？我前一台是 Golf 七代。Golf， 太油，太欠钱了。那你 Golf 这样开转换的感觉？油车换成电车，其实它的那个油门的，不是油电门的那个。还在油门，没事，我也会讲错。就是那个电门的回馈感很及时，然后踩就出去，去哪？踩了就出去。然后说到充电，因为其实我家也没有充电桩，然后我是有出去的时候，就是有充电桩的时候，我就出去充一下。哦，对，因为我们的社区好像也不太赞成桩。因为我看到很多电车的车主，他们就分享说，就是如果说家里面没有办法装充电桩的，不要买电车。但是其实我觉得在我身上我是还好，因为反正我有出去，然后有快充或者是有停车的话，我就顺便充一下，就还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。优点吗？它优点好像有点优点帅。帅，帅，肤浅，但我肤浅挂的，毕竟是一见钟情，就是我就帮你讲一个优点，回充模式，只好开电门放掉之后，不会速度不会急速下降，你不会说一放掉然后就一直堵，堵，这集后置感觉不好做，两个，完了完了，对。空间呢？空间，因为我自己，因为我们我们的身高其实不太挑车啦，对，非常的够用，我可以理解。对，那可能要请170公分以上的来试比较有感。后车厢空间也算大，我有躺在里面过，那个时候在交车的时候，我想哇，后面好大哦。然后应该可我可以放得进去吧，然后我就躺进去了，直接在试车就里面。对，然后应该可以躺个三个人。交车的时候就直接躺进去这样。缺点哦，他停车比较要挑停车格吧，因为他轴距比较长。哎，可是你有挑后轮转向。哦，你干嘛破我梗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干嘛破我梗？因为停车的话，其实没关系啦，就有些人说他过弯不太好过弯。然后这个时候拜托后轮转向选起来啊，推荐点起来，拜托一定要点它，差很多。因为我会觉得像这样子可能过不去，但是其实这样子过得去。哦，对，蛮灵巧的。嗯，哎，刚不是在说？对啊，刚对啊，优点还是缺点？讲缺点的，这是可以解决的缺点啊。对 ，OK， 胶条。哦。它的绿胶条好像蛮多车主有，我一直在想说，该不会是你选绿胶条吧？哎，有这个东西。哎，那他们是怎么解决？哎，回原厂，对，应该回原厂，我们应该也会准备回原厂处理绿胶条，红鲤鱼与绿鲤鱼，红鲤鱼绿鲤鱼，哦，好厉害，可以，我有练，红鲤鱼绿鲤鱼，那如何？红鲤鱼绿鲤鱼，为什么要练这个？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进入一个莫名其妙的单元。他一直想跟国手 PK。你呀，没有。就是国手。你要跟我 PK？ 没有啊，没有。好啊，来。没有。
然后就是拿到这个神奇的道具，嗯，总共十发，这个枪六发，等一下来 PK。所以我们职业跟夜市那种打靶完全不一样，不一样，距离不一样，然后枪不一样，然后那个手感不一样。等于是说，这个就算嘉颖脱靶，也不要笑我，拜托不要笑我。而且这很正常，我是风超大的，我都还想说，那你今天唯一能够打赢国手就是趁今天。好不好？之后没机会了。打赢我吧！我觉得能够一起比已经是圆梦了。我觉得这个不求赢的，真的。你要讲哪里？我的裤头。哎，好恐怖！好恐怖，好强哦，看起来。很敏感的。好了。哦。忘记啦。哎。哎呀，没有上膛。哦。哎，有。有差有差有。这个没有啊。有风完了，那我先补个弹药，好酷哦，这样好方便哦。有，中两发，好。哎，有过，这有吗？哎，有发，哎，命中率很高哎，有五发，我这个风超大的。欸，其实我们比赛的时候会真的会遇到这种风，哎，就突然一阵，对，然后身体就这样，没有，没有，但是我觉得现在有一种在正式比赛的感觉，真的假的？有点紧张。啊！耶！高哎。五成的命中率，在有风的情况下，五成的命中率。我来喽！他弹出来哎！啊？他弹出来。差太多！太高！啊，完了！哎，这个是有吧？有吧？他就咚当。我觉得这个有。上次太高了，这没有。哎呦！哦，好。OK， 我们刚刚这个荒谬的射击大战呢，嘉颖这边获得分数是五分，然后我这边话，如果想知道的话，记得要去看会员频道有完整的射击游戏哦。然后还有就是，他这台车的包膜金额是多少？你在会员频道，如果有兴趣的朋友，记得去会员频道看哦。这边要说一下，你最近有什么赛事？要不要大家来帮你网友集气加油一下？接下来我应该就是努力的准备奥运，巴黎奥运。辛苦了，加油！谢谢大家，记得要帮他留言加油，赞下一下哦。就是也谢谢大家，圆了我一件梦想。哎，别客气，我们这个是尽可能帮助你。吹吧！如果你还有任何其他相关太空的问题的话，欢迎在底下留言。喜欢我们要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还有记得加入会员频道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